奇特景观带来话题，澎湖的湖西乡大潭水沟最近也出现了水下梅花桩的奇景，乱中有序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人造图案，但其实呢，这是雄性吴郭鱼为了吸引雌鱼所创造出来的巢穴。这一个个大小不一、乱中有序的大排底下洞穴，有点类似像是路面的排水砖，又长得像是蜂巢穴，引起民众议论，莫非这是人为造景？你像火山口呢？啊，这是什么造成的？这鱼造成的啊，吴郭鱼造成的。外行的看热闹，内行的看门道，创造这水下梅花桩奇景的其实是雄性吴郭鱼，挖出巢穴要来吸引母鱼入穴繁殖下一代，才会变出这大大小小的泥坑。一个沟坑，然后跨进它的领域，然后吸引母鱼过来这里收进产卵。湖西乡长表示，这条大排有淡水和海水交汇，是条活水，最适合吴郭鱼繁殖，而且每年就出现这么一回，所以也呼吁民众前往欣赏奇景时，别任意破坏卵窝，影响到吴郭鱼的繁衍。记者澎湖综合报道。